Hello 吗？嗯，没有没有，妈，你不要拿太多，不然行李会很重。好，拜拜拜拜。Hello 妈，严重吗？好，那我先提早回来吧。嗯，那你自己小心点啊。嗯，拜拜。小姐，请问这个位置有人坐吗？嗯、哦，谢谢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漏了电话。谢谢。过去，谢谢。帅哥，我记得你说你是住怡保的，你可以帮我把这个送去这个地址吗？这个明天一定要送到，顾客初二就要出国了，明天一定要到才可以啊。可是我没有下怡保嘞。please 帅哥，这是很重要的文件 ，delivery charge 贵一点也可以。你看，这是明天一定要送到，顾客初二就要出国了，这是他要带去的 ，please， 拜托你，这真的很重要。我问一下我表哥一下。那就拜托你了，谢谢你，帅哥，新年快乐。喂，小姐啊，可以借你的电话吗？我手机没电了。哦，可以啊。Emergency call。那，谢谢你啊。嗯。哎，华哥，是我啊，富贵。我手机电池没电了，哎，你有下怡保吗？几时？哎，等我，我有重要事情要你帮忙，等我啊，啊 ，OK， 拜，谢谢你啊，不客气，我给回钱你，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喂。妈。我已经在巴士上了。今晚我的朋友阿勇会来接你们。你们就……我现在要带天心去车站呢。什么？哎呀，我刚刚打了电话问了，还有一趟车，你不用担心了。不多说了，不多说了。我现在就要过去了啊。OK， 我的巴士要开了，有什么事打给我啊。嗯，你们小心点啊。没有车，快点啊！我们要过那边啊，等一下啊！这么多车，哎 ，sorry， 等一下啊！哎，慢慢来，来，快，过。好，可以，谢谢你啊，年轻人。Thank you， 哥哥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谢谢啊。两张票订好的，谢谢啊。我们坐那边。阿哥，我要一张票。没有了，刚刚是最后两张。啊？卖完了。我只是要一张。明天没有车了。明天吧。喂，乔啊，乔，我问你啊，你有回怡保吗？哦，你已经回到了。
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好，没什么，嗯，拜拜，拜。哎，你在看什么啊？那个哥哥也是一样要回，可是票被我们买完了，还没得回。不如我们帮帮他好吗？乖。Hello， 爸。爸，我买不到车票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是真的忘记了。我再想想办法了，爸，我再想想办法。拜拜。年轻人，哎，这张票给你。啊，婆婆。怎么可以？不行，不行！哎呀，回家过年很重要啊！我的孙女儿啊，坐在我大腿就可以了，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拿拿拿，回家，回家重要。我帮你拿。妹妹小心啊，扶着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你只买一张票啊？小妹妹你几岁？五岁。如果 baby 一岁两岁三岁的话可以坐一起，四岁小孩开始就必须买票了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对不起啊，因为只剩下一张票罢了。这里啊，回怡宝3-4个小时，没关系啦。啊，不可以，这样你很危险的，小孩也很危险。下车，下车，下车，把票退回去，明天再回。哎，表哥。Hello， 哥哥。哎，小妹妹。哎，婆婆。哎，是你们啊。没有买到票啊！哎呀，表哥，别这样嘛！哎，他们想回家过年，大家都想回家过年的，你就别这样，3个小时很快就到的。不是快不快的问题，他们这样是很危险的。哎，小妹妹啊，你不要坐靠近窗口，脚也不要踢到窗口，知道吗？啊，旁边人也帮着看啊。哦哦 ，OK。OK， 你看这样子不是安全的吗？没事的。哎呦，表哥啊，你是个大好人。哎，是啊是啊，这个东西啊很重要的，明天一定要送到啊。地址呢写在这里了，这个、啊、账已经过了，一定要送到啊。OK， 好， okay. 谢谢你啦。好，啊，新年快乐啊！新年快乐。坐好一点啊，注意安全。拜拜，新年快乐！好，妈妈，妈，哎，小心，哎，小心，妈妈，哎呀，啊，哦，小心，哦，哎，哈哈。